好，那我今天要带大家看一下，这像可汗系统，它上面的这个输入框其实已经支援了，也是可以支援到让我们打这种东西。打这种东西 还不会算太难，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判别，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因为这种加法有交换率的关系嘛，也有分配率，所以可汗这边它其实会自动帮你去处理掉交换率、分配率那些问题。好，不过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边，我今天只要让大家看，其实这个东西它底层也是一个 tag 指令。好，我们把它复制起来，那我们可以到这个 WolfNava 里面，好的 WolfNava 里面去把它复制贴上。好，这是一个还蛮强大的一个问答搜寻引擎，好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，它其实自动就可以辨识出这样的概念。好，不过呢，对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说它其实这里有很多反，很多这种就是斜线，这种斜线就是那个LaTeX 跟挂号就是 LaTeX 的语法。好，那其实它在这边输入还没有那么复杂啦，对，因为它其实要让一般的国高中生可以知道，所以也不用打反斜线，你就直接打 PI， 那就变成 PI。 那如果你今天打一个那个一，然后在你按 Shift 6就是那个次方的概念， Shift 6就会让它跑到次方，那这里就可以打那个这斜线 PI，然后这里是 T。 好，那接着呢，例如说我们要打根号呢，就是SQRT， 它就变成根号。那如果是 sin 的话呢，就是一样就 SIN 就可以了。那分数的部分就是一样，例如说X 然后这样除上，你按那个就是反斜线那个符号，它其实就会变成除的。所以我只要跟大家说，其实现在 take 在电脑上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应用的蛮广的。